TW Miro 检定红凝胶指甲油制作流程：使用海绵泡精泡除后，再除尘指甲上的灰尘。使用平衡干燥剂，而且不用照灯。使用底胶薄上后，照灯30秒。颜色第一层要非常的轻薄，然后照灯再上第二层，且照灯。可以薄上一层建构胶增加透毒效果且照灯，或者可以跳过这个动作直接使用封层。使用亮光封层后照灯30至40秒。检定红的凝胶指甲油完成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